跟住呢度啦，下半场开波三分零钟，见到攻势啦，分过右路，中间有队友嘅，系咪斩俾佢？斩俾佢，龙门破到，但系破到仲好啊！即刻你个插水式嘅顶空门，入波嘅咧就系李建廷啊！呢度啦，其实传俾佢嘅时候咧，个波嘅路线都瞄住佢噶啦，但系咧可能都唔系咁容易顶，龙门斗一斗嘅时候。